草 Hotwinia cordata 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，不仅在烹饪中使用，也广泛应用于传统医学。这种植物富含挥发油和抗氧化物质，因此具有广泛的抗菌和抗病毒活性，对提升免疫系统功能和对抗感染起到重要作用。鱼腥草的抗菌作用主要来自于其含有的挥发油成分，其中一种关键成分是 gamma 麝香烯。研究显示，这种化合物对多种细菌具有杀菌作用，包括耐药性细菌，它能够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和细胞膜，抑制其生长和繁殖，从而对抗细菌感染。此外，鱼腥草还对病毒具有抑制作用，研究发现它能够抑制多种病毒的复制，包括流感病毒、冠状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等。这可能是由于鱼腥草中的活性成分能够抑制病毒进入宿主细胞，复制病毒基因组或阻断病毒的释放。除了抗菌和抗病毒作用，鱼腥草还具有其他对免疫系统有益的特性。它富含抗氧化物质，例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， 这些物质能够中和自由基，减轻氧化应激对免疫细胞的损伤。此外，鱼腥草还被认为具有抗过敏和抗炎作用，能够缓解过敏反应和炎症，促进免疫系统的平衡。鱼腥草的味道可能不太受大众喜爱，但是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可以让它变得美味。在越南料理中，可以将鱼腥草用作米卷的香菜，这样就会变得好吃。